我一齐起身，我哋敬拜我哋嘅主啊！多谢耶稣，多谢天父，一齐开声话俾神听，神啊，我哋感激你，主啊，我哋赞美你，主啊，我哋感激你，我哋爱你，神你系我哋嘅主，系我哋嘅王，系我哋嘅生命，系我哋嘅一切，我哋全心全意放下我哋嘅重担，我哋放下我哋嘅唔开心嘅情况。一切负面的事，我们承认我们一切的过犯，求主赦免我们的罪，求主复兴我们的生命，求主赐福音的火，主啊赐下灵火，主啊赐下灵火，来拯救失丧灵魂，建立圣洁的国度，从天上放下。
全心敬拜，全心敬拜，好。
因为你是我们的藏身之处，我们藏身在你的里面，在这个里面隐藏在你的隐密处。神，你一定加力量，我哋就可以再一次站稳起嚟，再一次从你得
身上，你永远谦卑地服侍我，我感谢你，我享受你，你在我前后环绕，你在我前后环绕，我走在我身上，我走在我身上，你永远谦卑，你永远谦卑服侍我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，我享受。放低晒我哋所有嘅唔开心，所有嘅重担烦恼，神啊，求你洁净，洁净我哋嘅灵魂，背负我哋重担，天天背负我哋重担嘅主，你系应当称颂嘅，你天天背负我哋，你系应当称颂，我哋就欢喜你。我更靠你，天父，我更靠你。
磐石，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支柱，是我们的盼望，是我们的赏赐。我们的赏赐就是神你自己，我们的赏赐就是永远与你一起有一个极度亲密的关系。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一阵就捉紧这个大大的赏赐，就捉紧耶稣。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。